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名厨叫做家常菜，窍门一点就。现在啊，正值冬季，这个冬季啊，这个大白菜是当家菜。今天啊，李杰师傅教咱们做一个煎白菜，煮豆腐。李杰，高级烹饪技师，今日推荐煎白菜煮豆腐。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主料辅料。豆腐，白菜，鸡蛋，肉末，紫菜，海参饼啊。对，看这边啊，盐、味精、料酒、香油、葱姜末。这道菜实际上是特别适合这个冬天，特别是老年人、小朋友吃都可以。哎，都说冬补呢，不是荤补，对，不见得是荤补，没错。其实我们豆制品呢、海产品都可以，对，补的恰到好处就可以。咱们边做边聊。好，第一步，我们先把豆腐切一下。好。这豆腐是北豆腐是吧？对，这个我们市场上都可以买得到。其实这道菜啊，我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，这是北方冬季的一个当家菜。没错，尤其是大白菜啊，我们北方人特别有感觉，特别有感情，对吧？现在没有了，那时候是冬储大白菜啊，那时候钱少，是不是？对，得趁白菜便宜的时候多买一点。再穷的家庭也得给他盖条棉被。我们豆腐切好了，切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放点料酒腌一下。好，先入味，先入味。这去入味呢，主要是去一下这个豆腥味啊。放点料酒，对，我们看看这个步骤啊。然后撒一点胡椒粉，少许。哎，这个就可以了。哎，放在一边。这个白菜呢，这个我介绍一下，顺便。对。我们白菜呢分这种白口菜。还有这种清口菜，通常的呢，我们这个清口菜呢是上市比较晚。对了，它呢就是过去做我们腌的酸菜，对，也是使用这个清口菜。对，这个白口菜呢就是上市比较早，对，而且它的纤维里边比较少，哦，也容易熟，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小朋友跟老年人。还有微微发甜，没错。今天我就用这个白口菜的娃娃菜。好的。去根儿。切开，其实这根儿啊也甭扔，给它洗干净了啊，留着。如果万一您孩子感冒了啊，有点内热，用这个芦根水啊煮白菜根儿，搁一点冰糖，没错，比药还管用。好，粗犷这个手法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肉馅儿还要去调一下。这个肉是瘦肉馅儿，牛肉末，可以牛肉馅儿，也可以用鸡肉，对，用猪肉。用虾肉，只要您喜欢，都可以。撒点料酒，李杰师傅做菜呀，我觉得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条不紊，放点步骤非常清楚啊。搁点味精，提提鲜，胡椒粉，入味了，好，盐，给点盐啊，因为这个给点盐，这肉它才上劲儿，没错，拿勺我们把它打匀，它都这个料都喂进去。现在的小朋友啊，就是没有那个体会了。对，家里也都不冬储大白菜。对，想吃就买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家长要给小朋友讲这故事啊。好，这个鸡蛋就可以打一下，摊好的鸡蛋。然后这边点火，这个火。好，我们是用一个平底锅。先给烧热锅，我猜一下是不是也是要少油是吧？对，也少油。锅烧热以后，完了关小火。关小火。我们这个豆腐呢，基本上就腌好了。完了，我们把它呢中间呢要去一下，要把它，有点这个，要挖个味豆腐的这种。对，这个豆腐处理完了。完了，我们要点一点淀粉在里面，粘度，增加粘度，这个一定要放一点淀粉。对。然后这个主角登场，对吧？荤素搭配，酿肉馅在里面。对了，所以这菜越来越讲究啊。冬天啊，有句老话，叫做“白菜豆腐保平安”，保平安。哎，也是当家菜，特别是在北方的。白菜不如白菜，没错。现在倒油吧，行，董老师您帮我倒一点油，倒点油啊，一点点吧，一点点。来，您看啊，我们把豆腐煎一下，我停。好了这就啊，这样油热了，我们就可以把豆腐在鸡蛋里蘸一下。对，
但是放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我们要把这个有肉馅的放在下面。哦，这样煎。哦，好。正好，那就可以多煎一会儿，多煎，把它煎老一点，让它变成金黄的颜色。因为我们是先煎后煮，没错。是两面煎还是一面煎？两面煎，两面煎。哦，走，嘿，恰到好处。像我这种手法都是铁钢师傅教的啊。这个轻轻的，挑，体会那个劲儿啊，然后让它两边全都受热。好，煎完豆腐，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，我们把白菜可以放在里面一起煎一下，一起煎。哦哟，这个手法是我第一次听说啊！我也是焯水白菜或者是下锅煮了。哎，你看这个白菜很快就塌秧了啊！这样，煎的把它煎塌了，白菜煎塌了，我们就可以放一些水在里面。好嘞。开锅吗？好，啊，焖一下啊，焖一下，稍微焖一下啊，稍微焖一下，三分钟，三分钟，哎，盖锅三分钟，哦，焖一下就可以了，就行了，对。哎，三分钟到，走。好，下的是紫菜，紫菜含大量的碘跟维生素，孩子吃，孩子吃，哎，老人吃都特别有好处，螺犬豆制品。菜、海产品都有，下点味精，下点味精，盐，再给点盐，少盐，好了，放一点点胡椒粉，哦，这就成了，这菜就得了，得了，关火，出锅，出锅。我们这个煎白菜煮豆腐就得了，白菜香，海带香，对，都有了这个味道。而且呢，这是一个我们说冬补的新的概念，没错，冬补不等于荤补，没错。咱们复述一下我们几个要点。好，主要是豆腐，豆腐把它切块，切块，挖洞，挖洞啊，把肉馅酿在里面，再蘸上鸡蛋，煎，两面煎，没错。啊，一定要把那肉煎熟了，没错。煎完了，把白菜下在里面。哦，放水一冲烫，焖三分钟。哎，完了把紫菜下到里面，一边吃一边您给您的这个后代讲讲当时我们那个东煮大白菜的时候。好，我们明天还是老时间、老地点、老朋友，不见不散，再见，再见。吃剩的黄酱还有什么新的做法？在明天的节目中，徐克师傅将用黄酱为您带来一道简单方便的京酱茄条。两招小窍门，茄子不但入味，而且不吸油，完全没有油腻的感觉。不要错过明天的天天饮食。